大家好，我是叶寻。今天刚转学过来，下一代是我们的希望。只有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才能激发他的上进心。在这里，分数才是一切。如果你的烂成绩在他的全班被禁驾，你说不定会被杀掉。信不信？我办法被他变强。 只要脖子撑过这个麻绳，就会获得重生，成绩也会突飞猛进。我以后的成绩都会这么好哦！你把我逼死啊！你以为只有你才知道真相吗？有本事就打败我！想出去，我不相信。你想象力太丰富了，这不是好事。